I'm doing nasi lemak to sell. 芋头糕、炒米粉啊，有麦包啊，马来西亚本土的阿加。各种美味素食、新鲜蔬果、手泡咖啡，还有各种手工和洗服物品，在环保市集里应有尽有。所以我们把它变成这个环保酵素呢，就是减少垃圾、减少温室气体，从而改善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。吃素啊，也是帮到做地球环保。芙蓉慈济志工特别在拉乌路环保教育站举办环保市集，吸引了不少爱心团体参与义卖，也鼓励民众一起惜福爱物。那我们的方向是为了延续物命推素，我们就是结合其他的团体一起来推素，也让他们有机会尝试煮素，让他们有一个挑战，然后一起来共善。I say very happy with this family, Suji family. At 3 o'clock I get up from my sleep, then I start to do. I cook nasi lemak rice and sambal all I prepare. 哦，我们都是虔诚的佛教徒，啊，非常非常乐意去啊，出一份力吧。认识环保，从今天开始。期许人人落实环保在日常生活中。真善美志工简秀芳、陈慧思、萧耀祖，马来西亚芙蓉报道。